咁阿成就篮球界大家都识噶啦，咁阿成都可以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阿成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好，咁今次阿成咧就会接受我哋一个挑战，就系射份球啦。而家射一球先，好系准嘅。好，咁阿成就会接受我哋嘅挑战咧，就系戴口罩嚟去，唔系戴眼罩，唔系口罩之前，戴眼罩嚟去射份球嘅。好啊，第一次可以。試一下啊。好，試一下手感先，試一下先，試一下先。都係有嘅。五球試一下超過50%嘅。好，仲有機會嘅。而家10。好，21。4-3已經超過了，那就試一下最後一球了。好，搞定，5-4。好，恭喜你，成難不難啊？你覺得難不難啊？都難啊。因為平時好少蒙住眼射啊嘛。但是不是有手感就 OK 先？都還可以啊，係啊。好啦，thank you 你啊，成，thank you。